准备两根1.5米的七色号玉线，还有1卷3股线，取中间位置，在这里，中间位置往右移1厘米，放入3股线。在这里绕一小段线圈，把它对折起来。这样就形成一个线圈了，在这里编两个蛇结来固定住。这里4根线开始编4股辫。4股辫编了20厘米长，这2根线再打一个蛇结或者青钢结来固定。一组2根线，取1根3股线在上面绕线，先绕2根。这里绕线要1.8厘米，下面这一根线绕线6厘米，然后用这根长的线。在这里绕一个圈，短的这根线穿过去。然后这一根线，这样子绕一个圈，这样子。这一根线呢，另外这一根短的线，从下面穿出来。把它调整好，这里打一个金刚结来固定，后面这里再编同样长度的4股辫，这一根后面可以穿一颗5毫米的珠子在上面，这里再取一根80厘米的3股线，在这里编单向平结。这里编的长度随意吧，我这里编了3厘米长，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一条项链绳了。